面呢，请您欣赏山东二黄，表演者郭德纲、于谦。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的介绍。介绍什么？有人不认识我。哦，因为什么呢？嗯，主要是啊，这些年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哦，艺术上不能够达到一个位置。哦，所以好些人不认识我。那也正常。别看今天来了好几万人啊，哪有那么多呀？啊，包括前门一带吧。算是人家干嘛呀？不认识的跟人解释一下。啊，您说一下就完了。好。嗯，刚才有一个观众说不认识我是吧？嗯，好，你还数来了是吧？啊，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啊，郭德纲。好，这么介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哦，您可不能这么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哪有不认识他的？是，你叫什么来着？这儿就一不认识我的呀，于谦。对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于谦。对，好。哪儿好？我佩服你啊。干嘛呀？有能耐。您太过奖了。本职工作做得不错啊，相声啊。嗯，别的行业也干过啊。也是，是不是？之前也干过点别的，拍过电影。对，电视剧干过的。都干过吧？没错。我看过你吗？是啊，我跟那里头瞧见过你。哦，电视啊。嗯，看见过你。那里有演过你。哦，好，净演大活。嗯，是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哦，有他。哎，这有我演那个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您怎么找着我的呀？这别人都化妆，你没化妆吗？对，我就像那妖精是怎么着？我一见面把导演吓坏了。哦，这个造型谁给弄的？这个太像了，太像了。哦，演得不错。嗯，后来有一个雷雨。我演谁？演雷雨。雷雨怎么演啊？你有下雨的戏，你站着弄个水管子，巨物啊。好啊，这还好。后来有个大片叫无极。哎，对，演。对，这要没有你，这个戏完了。啊，上至导演制片人，下至工作人员，谁也活不了。哎，你了不起。是啊，你送盒饭的。嗯，我就干这最亏的活儿。你了不起，我很崇拜你啊。是啊，最近又添一新买卖。做什么了？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儿差点吧。啊，近郊远县大小三蹦子都你相片。那管什么呀？提你5块钱就到。不提我2块钱人就走。这提我干嘛呢？向你学习。嗨，甭学了，都是演员，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嗯，你把我搁到王府井，认识我吗？嗯，不认识我。哦，把于老师搁这儿，嗯，认识我吗？怎么样？认识啊，认识。认识还退？不认识能退吗？说的也是，我怎么那么糟恨呢？遇见仇人了，没听说。太好了，嗯，向你学习。甭学了，当然了。嗯，作为演员来说啊，嗯，要谦虚啊。那倒是，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你说曲艺，你说戏剧，嗯，电影、话剧，哦，哪个行业都是我们的老师。是，向人去学去，应该是不是？嗯，离着我们最近的就是京剧。哦，那好啊，京剧是国粹。对对对，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讲究啊，多的学问呢。嗯啊。于老师这方面很好。哎，我好这个。你虽然说五音不全吧，他好唱戏。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呢？我学吗？这京剧院的老师都夸他。夸我真用功啊。啊，那下功夫。就这一个音儿，说实在的啊，你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我下多的功夫学一个音儿。不，你那五个音就剩一个音了。好嘛，再想多都没了啊。他学龙套。学龙套。学龙套有音儿吗？有啊。这个、你看，有我听你在家喊嗓子，闲诗给你调吗？怎么调啊？哦，也就这一个音儿。小子好啊，嗯、小子好，这点他随他父亲。我爸爸也龙套啊？不，他爸爸名票。
票友，票友是是，好票友不次于专业的。嗯，他也下过功夫啊。爸爸唱的多好啊！啊，我最爱听他爸爸唱。是啊。嗯，街坊邻居也是。哦，都爱听他爸爸唱戏。唱的好吗？啊，唱生行的，生旦净丑，唱生行的。哦。有一年，李世济老师哦，唱三娘教子。嚯、哦！特意请他父亲一起配戏。怎么？说于老爷子要不来，我不唱了这戏。是啊。这身份呐、啊，身份了、啊，一出场，嗯、可唱的好，就那几句唱，我到今天记忆犹新。唱好听啊。怎么唱的啊？学一国在南雄，哪的吧是啊你学那小孩那像，像像管什么呀？这有戏吗？这个像太像了。来这孩子，好，好啊，好，你长点个儿好不好？啊，唱娃娃声，唱娃娃声，这么说我。这么说话太好了，太好！他祖父也好唱戏，好一家子。他爷爷好唱戏 啊，轻易还不唱。那是啊，得对的机会有了，知音才唱。哎，给人唱。当初他们家住大杂院，嗯、啊，院里有老寿星，99岁。嚯、哦！中国来说，99岁算100岁。那可不是吗？百岁大寿啊，这过整寿。孙男弟女五世同堂，特好。他们祖父去给人唱去了，哎，老头坐正当中。哦，谢谢您呐，嗯，知道您轻易不唱，对，来一段吧，唱吧。好，我给您唱一段8月15把寿拜，呵，吉祥应景的戏、哎、啊，唱吧。8月15，什么味儿？这四个字没唱完啊，这老寿星，这怎么回事啊？喷了那些个血呀、啊，吐血了，当时咣叽就扔那儿了。死了。到出殡那天，人家家没人哭。怎么不哭？别哭啊！啊，一哭回来，于谦他爷爷说咱们学他。好嘛，这还忌讳呢。啊，这说这意思、啊，我得向你们学习啊。给人唱死了。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这种精神。这什么精神？这都。我爱唱戏。您也好啊。我也爱研究这个。是吗？平时没事也唱，可乐。戏里边多有意思啊！这好啊，对，有这么一出戏，可以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出？叫《桑园会》。哦，秋胡戏。秋胡戏七。对，里边有一段《西皮流水》，嗯，我最爱这段。是啊，唱起来好听啊。您给小一小。江洋者的啊，唱的。我给大伙儿唱这个啊，嗯，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好好好，哎，来这段啊，嗯，今儿没有过生日的吧？哎，好嘛。您也给人唱吐了血啊？那把我跟那个人，我们哥俩这别搁在一块儿摆。不搁了。哪儿的哥俩一唱起来这个味儿的啊，您唱。嗯嗯，秋后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哦，马蹄呀忙，坐里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丧，前影儿好似罗妇女，后影好像我妻呀忘，奔当乡哦亲将妻人。我这两名的女最非常好啊，是这味儿的。这出戏在当年来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很多票友也爱唱这个。是吗？我认识一位山东朋友、哦、用山东方言演唱过这段桑园会。还用方言？比相声都可乐。是吗？这里边口头语、俏皮话、打嘟噜什么都有。怎么那么热闹啊？你唱起来这样的啊，学一学。客户打马我本能家的里，上演那个路啊，啥子马翻听啊提，自音撒家了贫呢，难得意我的隐私上，撇家撇业撇富撇没撇子又撇妻，在前堂辞了别人，高堂的母在后堂辞了别人，撒子提夫妻们分了比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滴滴点点点点滴滴，这不得的泪被提，大丈夫气能儿无知热气，咱死在两军真是又能送不低，不知为犯的帮儿早了把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噔
子冷冻一间叫做名鬼吸烟出王爷一夜间发龙我是戏他风发脱在了武侠身穿马炮腰横雨带足他草靴左拐在草里他找到黑人家人看着母亲他找到到了屁人咋会挑里深夜本来的三人撒上院里哟展翅在这个美大号身穿着那个懒波衫那咬鸡着这个百波衫那头上别那么骨头衫那脚下穿那么紧裤衫那老头来上身染了个草和三块老白条的也乱些了也乱些了正好在桌子里蔡英文好像个螺丝女后人们好像个撒的皮本能想起讲起殷切之人错认了你那女人是咋的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不少啊，哎，我很欣慰。打心里这么痛快啊！好啊！哦，爱相声的人多了是好事儿，哎，还越来越多，多听相声是多有意思啊！顺门功课，哎，坑蒙拐骗，对，哎，没没坑呢，没哪儿还单讲呢，还没有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哎，你就是解放后整理的，哎，一直是这样。一直这样吗？可不是吗？这四门功课弄好了不易。对，不是每个说相声的都能让观众喜欢。那有难度。这里边有人缘的问题。哦，人缘。说相声首先来说得聪明，脑子得快。不聪明不行。哦，得灵。哦，当然了。人跟人不一样，那哪能都一样？说有聪明的，嗯，保不齐有稍微差一点的。哎，这都不一样，差点怎么办呢？怎么办？学，哎，勤奋，这是最重要的。对，民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三同行，必有我师。这老话都说了，不丢人，可不吗？你不会就是不会，哎，问去，实在点，不寒碜，可不。在这方面，于老师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过奖了，真的啊。这个人最谦虚，是啊，不明白就问，哎，不懂就问，哪怕后台小孩们，嗯，比他强，他也问，这怎么回事？哎，问清楚自己明白了，这就长了吗？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做法。这是做也对的啊。那天还问我了，我刚问您点事儿吧，哎，什么叫聪明？哎，你看这问题难了，这个很抽象啊。咱们总夸人家说这聪明啊，是啊。你让我给你讲，这难了。哎，我说咱们这样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实验呢？我一伸手，把我的手摁在墙上。哦，我说你呀，抡圆了你那拳头，往我手上砸，打你那手，这顶啊！哦，咬着牙，人儿过来了。嗯，我把手就挪开了。挪开了，墙上有一大钉子，有那么焊血管吗？这手上啊，这流着血，问我，嗯，什么叫聪明？真勤奋呢，啊！我说师哥呀，啊，我就叫聪明，那我就叫这傻呀。这是您求学问道，哎。当天下午他就用上了，把这个方法又转嫁到徐德亮的身上。啊，我跟徐德亮又说去了。徐德亮问他，啊，哥，什么叫聪明？你看于谦乐的，哎，刚学的，哎呀，乐得有半个小时啊，缓过气儿。我告诉你，太好了。哦，你打我的手，听见了吗？啊，来，搁脸上啊。笨了，我这人太聪明了，没有您这么捧我的，知道吗？也没有徐德亮这么使劲的，好嘛，是啊，这都真事儿，还真事儿呢，这都真事儿。那么说他恨我吗？啊，不恨，我也缺心眼儿。哦，这是交情。哦，别看闹成这样啊，啊，
这儿裹着纱布，哦，还请我们吃饭去，贱的吗？别这么说，真的啊！你不这么说，谁知道？谁不知道啊？这个这样请你吃饭去，好心呐！啊，说实在的啊，大大咧咧。这个事儿不往心里去，这都瞧出来了。要是那个小肚鸡肠的算恨上哦，人家没有，不恨，自当没这么回事哦。但是该花钱花钱，该请客请客，哎，还大方啊！这点他随他父亲。哦，我爸爸，他们老爷子就是花钱是一把好手，哦，能花钱。哎呀，业余爱好就是花钱，这爱好，人家家里也有钱啊。你看79年的时候，哦，人家家里就有电视，哼。那会儿谁家有电视？没有啊。1979年啊，70年代末啊，嗯，当时那会儿不大，对，都小，哪有现在这大背头什么的，没有，没有，都小。那会儿人家家里有个14寸的黑白小彩电，对。什么词儿啊？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呢？黑白小彩电。黑白电视吧，哎，黑白电视就完了嘛。有钱，那会儿人家有钱啊，他爸爸这钱多了都没地儿花去，花不过来，没地儿花，请人吃饭，哦，请客，哎，坐在全聚德旁边，嗯，一到饭口一看差不多了，哦，12点了，全聚德上人了，嗯，把自己这炒饼这碗一推，拿网兜装钱奔全聚德。请客，上二楼一瞧，30来桌。哦，告诉服务员，前后楼上锁，干嘛？我结账，他结账，这么些人不管认不认识啊？他结账，不，那碗饼钱那账结了没有？啊？请这么些人吃饭，他自己吃炒饼，我得想想，年头太多，你爸都忘了。好吧，这么说，我爸爸忘了，像话。就说这意思，就说这意思啊，反正是有钱，太喜欢花钱了。哦，啊，街坊邻居有个红白喜事儿，嗯，他爸不往心里去。哦，谁家聘姑娘娶儿媳妇儿，嗯，上赶着进门。他扔了一信封，也不打我钱，份子，死一份子，哼，这是认识的有情可原啊。那不认识，拐弯抹角他也去打听着去。听说家里用钱是吧？你看我这给您一份，你也给，你娶媳妇儿、聘、啊、姑娘、哦、生孩子、死人出殡，嗯、啊，别让他知道。红白喜寿事，他只要一知道，必须把钱给花到了、啊，都得给。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啊，不可能，街坊邻居天天有这红白喜事，那也有一段时间没事儿。就是保不齐这半月没事啊，他爸爸算急了，怎么了？打一车奔八宝山，干嘛去？那儿不能闲着吧？这儿到老得烧着，是吧？哟，这儿死一个啊，给您，这份是我的，这也给啊？人家都纳闷不认识，打一看1000块钱，呵，给人就奔那家了啊。节哀啊，节哀好，这给您一份，好，打着1000块钱，嗯，反正有这事儿，一家一份。行，他也站在礼堂里跟一块默哀啊，也去跟真事不认识也默哀告别，完事给人钱，给您这一份，呵，好这不落礼。那回又去了啊，八宝山死一说相声的，啊，相声演员，哦，他也去了，站着一块儿啊，听前面那念悼词。哦，他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是，他是一个正直纯洁的人。哦，你爸掏口袋，嗯，给两份，干嘛两份？死俩人呢，这是啊，这算俩人呐。好嘛，啊，这两份，死一说相声，还死一纯洁正直的人，好嘛，说相声没正直的人是吗？俩人嘛，说相声。我不知道，我闹不清这个啊。他爸随后一美啊，他图高兴，也别说人家底子厚，那他有钱呢。他们祖籍是河北省啊，这不远，河北省涞水县这一带。哦，那是他们家老根儿。嗯，后来做生意迁居，嗯，往外边走，那儿住不开了，开始是移民到房山那边，搬出没多远，哎，房山那儿还给发一绿卡。房山区还弄一绿卡，有啊，把我绿卡崩帽子上了，干嘛崩那儿？改谁还问呢？啊，看我这绿吗？缺心眼儿吧，这不是耗这个啊？后来又挪了通县，在通县可了不得啊，生意是越做越大，大买卖了。哎，你父亲小的时候人家贺号，贺号通州王，
嚯，那就称王了。整个通州不敢说都是你们家的，啊，三分之二的家财是你们家的，这多着呢，多有钱呢。嗯，尤其你父亲年轻时候啊，风流潇洒，哦，也是这个头，比他还猛一点，比我高，没这么胖啊。是，尤其年轻时候精神，哎，大个小伙子又有钱，啊，谁不多瞧几眼呢？对，每天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啊。那会儿来说也有什么电影院，也有歌舞厅，是那会儿兴这个早就有，可最起码得是什么银行的少东家啊，哪儿的小老板，哎，都大款，花得起钱。嗯，他爸爸去，在那儿认识的你母亲，在那儿认识的我妈，母亲在那儿工作吗？还在那儿工作，研究舞蹈吗？那怎么研究舞蹈啊？研究嘛，就有人客人来跟人一块研究，跟人一块跳嘛，伴舞的呀，反正就工作嘛，工作嘛，您就别提这工作了，干一行爱一行嘛，是吧？他就干这个，跟你父亲一块跳舞，哦，啊，搂着跳，嗯，你爸爸高兴，呵，小姐啊，太好了，你这腰怎么这么细？嗯，哎，脖子啊，这个太矮了吧，这个太矬点了，这啊。可话说回来了啊，情人眼里边出狮子，啊，没有啊，西施，西施，西施，可没京班顺溜啊。你这狗啊是怎么着？一见钟情，两个人偷偷摸摸的就过日子了啊，都好上了啊。后来明媒正娶，把他抬到家去。哦，哎呦，可了不得了！嗯，整个通县轰动了啊，都震惊了。于家大少爷结婚了啊啊，了得嘛？对，这大事啊，打家里出来，结完婚那天啊，要到通州城里边游街示众。那不叫游街示众啊，那不叫游街示众，那叫什么呀？那叫跨马游街，就是啊，哎，弄一个四轮马车，哎，前面六匹白颜色的高头大马，啊，一字排开弄好了，两口子坐在这车上，哦，驾，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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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气，人都出来了，哎呦，呵，都看，哎，瞧这俩啊，啊，可了不得了，于大少爷，哎，高兴，坐这看，坐这看，哦，驾，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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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哎，怎么停了？人群里边站着一个男的，哦，长得跟你父亲的模几乎是一模一样。哟，你爸爸很纳闷看着啊，这么像我啊，叫过来，少爷，嗯，问点事儿哦。你母亲在我们府里边当过佣人吗？我爸爸想的还真多。跟少爷您回，哎。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这什么关系呀？这是嫁了。哎，这就甭往下问了。哎，这就抹过去了啊，这个一会儿又回来了，又问他啊，别问了，过去就完了，紧着劲问这什么，前面宝鸡死胡同嘛。嗨，人家掉头回来甭理他了啊，就说这意思。哎，反正于大少夫妻二人感情相当的好。哎，是好可是好啊，嗯，万贯家财后继法子，就是没有后人，没孩子。您这你这个是后来才有了，你那结婚好几年了，好些年了，是刚开始没有啊。哦，你父亲难过呀啊，人家家都有仨儿子俩姑娘的，嗯，我怎么会没有呢？哦，坐在书房这儿，嗯，闷闷不乐，瞪起一本书来看了几篇，看不下去，是把这金瓶梅往这一扔。我爸连金瓶梅都看不下去，啊，这本不带画。是，您听说过？找把那本插图本在哪儿去了？甭搞了啊，甭搞，心情不好啊，哎，想西门大官人。我爸爸就是西门庆啊，想他想书里那人，你想他干嘛呀？有道理啊啊，想西门大官人虽然说是个淫棍啊，但是他也有后代，我也是淫棍，为什么我就没有后代？你爸爸才淫棍呢，别往下说了啊，小心眼儿，这不是什么叫小心眼，你都说出来了，我小什么心眼啊？他心里着急啊，着急也不能做个是流氓啊啊！你看他到这秃噜吧，亏心。没听说过，不能自个儿说自个儿这个。这日后吧，日后我这万贯家财怎么办呢？啊，坐在这儿眼泪哦，哭了，裤子就湿了，尿了，难过吗？难过也没有。
小丫鬟啊，啊，一瞧，哟，怎么回事啊？他哭了，是啊，刚擦完那地啊，心疼这地主呀，地都黄了啊，嗨，上火，老爷这几天上火了，这是啊。赶紧到后院禀告你的母亲哦，跟说这事儿，来到后边一见你母亲，嗯，哎呀，鹌鹑呐，哎，哎，咱俩什么？鹌鹑还野鸡呢？哦，野鸡呀、啊，就没啊，鹌鹑，鹌鹑呐，鹌鹑，哦，鹌鹑呐，哎，说老爷现如今在前面那儿连哭带闹的，您瞧瞧去吧。嗯，你妈一听就乐了，哦，来来，你们搀着我吧。哦，四个小丫鬟，鸭儿眉，鹦眉。蜂窝煤乌烟煤四块煤呀 啊冒着烟就出来了，好嘛，搀着你母亲来带到前院书房，嗯，要没这四个丫鬟你妈都到不了前院，脚小没腿摊子呀，不是有一条死盘的是吧，假腿就这条是不锈钢的啊，嗨，一条真的都没有啊，来这屋一瞧你父亲坐在那掉眼泪啊，你母亲心里不痛快，哦，好好的过日子你难过什么呀，说的是呢，哎、我说袁伟爷呀、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有事儿你说，不是不是，你这什么？不，你先等，先别别，嗯，还是说说，别使相怎么样？咱这怎么意思？他尊敬你父亲呢？尊敬老爷？不是，这你先等啊！尊敬也没有这么尊，我爸爸站桌子上了似的。没没没，你爸俩人平脸站着吗？这是平脸站着吗？这平脸站着吗？啊！你爸给说话了啊！夫人呐！哎，去去起来，起来起来，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般配吗？这玩意儿多般配啊！这般配啊！这多好，俩人这样的。嗨，平脸站着这么说话啊？平脸站着啊？平脸站着？哎，你母亲看着你父亲，嗯，这不眼睛还往上走呢吗？平脸看得见吗？他嗨，啊，您甭学，您就说吧，平脸就看脚脖子了，知道吗？好嘛，我爸爸脚够大的，是吗？啊，你说这事儿，嗯，为什么哭啊？哎，你爸爸叹了口气，嗯，擦了眼泪，是，哎。夫人呐、夫人，我这句话憋在心里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还很长时间，一直想跟你说、又怕你不愿意、我来问你、自你进得我府你生下一儿、没有，养下一女、也没有，还养儿不女，我要你何用，你把他孩子还我呀，哎呀，行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了啊！你留神闪了腰，这样大伙看得明白，明白了，明白了，这全明白啊！啊，一个在这儿啊，那个我行不行？那个呀、我就别够了，别够了，别够了，留神留神把他踩死，到时候啊，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哎，你母亲生气了，哦，呸！没脆的脸上啊！你爸爸生气，嗯，你爸气坏了，哦，讨厌，袜子都湿了。嗨，我说没脆脸上吗？拿过鞋把你妈扣上了。嗨，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鞋就扣了。生气吗？生气也不能这样啊啊！把鞋踢开了，嗯啊，你母亲出来了。咱别提这个了，成不成啊？这形象嘛，形象嘛，那这形象干嘛？说就完了吗？讨厌啊，可恨哦！公在世顺不生，嗯，婆在世顺不养，哦，不生不养是你们家的德行，嗯，别瞧在你们家没养，哦，上学时候没少养过什么呀、小花猫啊！嘿呦，您别大喘气啊！我告诉你，想要后辈儿孙，你要积德行善。哦，你得积，得积，你得多积。是，你爸说是啊，啊，积了好些缸呢，啊，谁挑出去卖去？啊，这门口东北人也少，是吧？酸菜啊，是啊，积德，积德行善。哎，对对，你爸已经太好了啊，
那这样打这起我要积德行善，哎，拜访四大名山，四大名山哪儿都去了，什么五台山呐、啊哦，什么这个九华山都去到了，嗯，就为了要你呀、啊，积德嘛，心是最善最善的、啊，拜佛一禀中心呐、啊，哦，京西有一个妙峰山，哦，四月初有一个庙会，没儿没女的都上那儿去，说那儿灵啊，烧香给老娘娘磕头，对对，拴那小泥娃娃，哎，图个吉利，为的什么呀？嗯，这泥的到家去，孩子就跟着来了，带子来了。一瞧这日子啊，啊，都一月初了，哦，你母亲赶紧梳妆打扮，哎，四月初的庙会啊，这刚一月初忙什么？这是大户人家啊，他麻烦，怎么个麻烦呢？首先说派人上苏杭二州、啊、采办各种的绸缎，哎呦，做成新衣服，你看穿新的都做来了，院子里边弄一根杆儿、哦，所有新衣服都挂好了，是两旁边站这些个家奴院工啊，都盯着一站啊，你母亲站好。好了，是我试试这件衣服，哎，穿上，为什么穿上穿上啊？当着这些人就脱衣服啊？换新的吗？换新的屋里呀、啊，脸都扭那边去，哎，别让他们看，你要你啊，扭那边去，冲那边，我上头里换去，哎，一样吗？这不是啊？这不一样吗？最好灰心啊！嘿，这地方用得着吗？这个表现欲很强啊，那也不能这样。换好了，哎，洗脸啊，院里一坐，丫鬟拿水哦，先往脸上一盆一盆的泼，哗，哗，哗！我妈是江姐，知道吗？泼吗？泼给泼醒了，没，她一直就这么坐着啊。嗨、啊，这位也缺心眼儿。啊什么泼？累死你们泼、哎！行了，这洗脸就完了。洗脸对，得拿水凉的、热的、温乎的，各式各样的，带冰碴的全有啊。弄非这么泼呀？泼完之后，有人过来拿砂纸给打磨上。好嘛，哎，弄完了洗干干净净的啊，拿布掖干净啊。擦皮鞋那是怎么？掖干干净净的啊，梳头啊。哦，梳好了各式各样的花是戴得看看，这个不好啊，这个显得太俗啊，这花不行，摘起来，嗯，换那头套，换那头发，换什么？是花是头套啊？头套吗？头套啊，头套啊，怎么没头发？你妈气的，跟你爸赌气啊？赌、啊、什么许了呢？这是换一个，取下俩小辫来，哦，看看，照着镜子、嗯，不行，这太嫩，这不行，哦，换一个，我看那天王文林的头型好看，我喜欢这个。王文林有头型吗？这个、啊、我头型弄一碎布戴上就完了吗？对吧？亮啊！什么一亮？这么些个人给老娘娘磕头，你得显眼啊！啊，剃干干净净的啊，来朵花，拿橡皮膏粘着。嗨，插都插不上，一样吗？啊，过去有一歌说这个吗？说什么？你不坐在庙堂，菊花儿为谁？就这歌嘛啊，这就这个尼姑探嘛，尼姑探嘛，嗨，咱甭提这探了啊。梳妆打扮都好了，嗯，由大家里出来见吧。您要蹭上个大儿车，哦，上车，车把人一扬，噔儿驾门，三蹦子呀，大马车，大马车怎么嘟嘟嘟的呀？这装了汽油的啊，哼，来在了妙峰山下，啊，你妈往这一站，抬起头来仔细观瞧，哦。猴啊，猴干嘛呀？那怎么这姿势呢？山上山下都是人，哦，都是人。来到山上这大雄宝殿里边，你得烧头一炷香，哦，第一个，这表示你的心最诚啊。哦，你爸爸说了，没事啊，怎么办？别着急，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啊，我一喊，所有人全轰出去，哦，就剩咱们家的，你踏踏实实的，知道吗？哎，这。您这连动手带拍的，这不是您拍不就能起来了吗？啊，踢球啊！啊，都躲开这，躲开这！嗯，家奴院工两旁边把守的庙门左右。嗯，你父亲和你母亲起来，都躲开这。夫人来了，谁说没孩子？这不是抱着呢吗？夫人来了啊！来到庙里边，老爷子一转身，这叫干嘛？知道吗？干嘛？叫敬山。哦，要敬山，这是看势力的时候。哦，你说单有钱你做不到，那没势力不行。你有钱，人家有钱，哎，对不对？对，非得又有钱又有势。是，父亲往这一站，嗯，闲人闪开，哎，我要敬山了。哎，我躲开了。不，弄你们一身的。喂，去。什么呀？什么呀？
啊，唾沫星子，唾沫星子，什么唾沫星子呀？他跟着喊着弄人身唾沫星子，没听说过啊！你这我要净身不像话，那应该是净山呐、啊，净山。哎，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你母亲一个人哦，还有一老和尚。哎，出去啊！这老和尚出去，你妈也说啊，讨厌。嗯，老和尚出去，对，你小和尚进来。嗨。没有，那大个儿，那大个儿进来，还挑的还啊，顺溜，别挑了啊，不让他进来，得有人给敲磬吗？哦，给服务的，哎，啊、嗯，往这一跪，手里拿着香，老娘娘在上，对，奴家缺门德氏在下，你妈才缺德呢，我哪知道去？不知道你说，我们这给您磕头了，哎，保佑我们生意大放小了，啊。怎么这动静啊？旁边人敲磬嘛，敲磬嘛。嗨，你这别配音是不是啊？放下香，转过身来、嗯、要拴娃娃。哦，这是最骗人的了。怎么？可那会儿人都信，哎，实可不。就这么一泥娃娃啊，说是拴呢，实际是偷。哦，庙里那个出家人看不见的时候，嗯、你偷着拿红绳子弄上一个，揣怀里跑了，装看不见啊、嗯，可得扔钱。嗯，要不然和尚老道总跟着你。是他老看见啊，你得让他看见钱合适的。哎，拿现在来说，扔个10块20块的，哦，他假装扭过脸去，哎，拿那回家，是倒霉去吧，砸、碎了套炉子都不够。啊，没多少东西啊！这一瞧，呼，大娃娃、小娃娃很多呀。嗯，你母亲高兴了，哎，大怀里掏出红丝线来了。嗯，我妈变戏法的，这怎么着？咋变戏法？怎么还这样？抡什么呢？这拿着扔啊，得套啊，拴着娃娃呀、啊。那过去就套上了，那不行，有规矩啊。是吗？老娘家身边有娃娃，嗯，这不能弄。为什么？长大了是真龙天子啊！啊，那是皇上，你能是皇上吗？那不行，那国家没人了，才你当皇上呢。这后边饶这句就不好听，是不是？我挺乐意说的啊。对，咱甭说了，底下有一堆啊，这孩子不能弄，怎么淘气？哦，淘，这孩子不行啊。找来找去，老娘就供桌子，一聊这桌围子，嗯，底下有几个娃娃，哦，有你啊，有乐桑、牛振华、顾彪，你们坐。那只能拴我了，这仨都使你，对对对。你母亲一把把你拿下来的，呵，这孩子真漂亮啊，嗯，长得跟小包子似的，太漂亮了，就是他了，嗯，走，跟妈家走吧，哎，回家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肚子可就大了，哟，身怀有孕，呵，你瞧瞧，你这神啊，哎，不服行啊，对，这老和尚多灵啊，啊，老和尚灵啊。老娘娘灵，对，老娘娘多灵啊！啊，眼瞅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嗯，到最后自个儿都够不着肚脐眼了，特倒嘛！一连12个月没降生，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怎么呢？好事来说，不凡之子必以其生，嗯，过了月的孩子命如金呢。对呀、啊，可有一姐，这12个月也太多了，是，赶紧送到医院，大夫一号脉乐了，嗯，您这不是怀孕，怎么回事？肝腹水，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霜雪济南话》，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来的人不少啊，哎，大伙儿都爱听相声，是起满坐满呢、啊，我很欣慰啊，您又高兴了，好啊，嗯，说明什么了？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哎，大伙儿都爱听，大伙儿爱听，嗯，作为演员来说呢，更得下功夫，哎，您得用功啊，大伙儿这么捧咱们，嗯，咱们不用功，不合适，对不起大伙儿，对不起大伙儿，嗯，当然了啊，有的朋友今天没来，嗯，看得出来啊，嗯、常来的我都有印象，哦，脑子里都有，嗯，也有几位没来的，哦，没事儿。嗯，不恨您，嗨，恨咱不是，谁没点别的事儿啊？对 对, 对，有事忙你的去。哎，打发人把票钱送来，啊啊，不来还买票啊？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就不合适了，嗨，是不是？哎，得懂得交朋友，这叫交朋友啊。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我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客气，于谦。哎，于老师，哟，别这么说啊，了不起啊！我很崇拜你。别介
别，在我心里啊，说实在的啊，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哦，真的啊，就是跟您说实话啊，是啊，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嗯，就是一堆屎。于老师不一样，我两堆。我比别人多一堆，不是啊，我就想捧您呢、啊。您们这是捧我的吗？说您好啊，好就两堆屎啊。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有演过几个，演过很多电视剧、没有，也拍过广告。对，最近又接一大活，哎，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也不太露脸，发财了呀。啊，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哎呀，您太客气，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了啊。是是是，常听相声您都知道，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是，就拿这说来说，嗯，嘴里边得干净，这是功夫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干板剁字，对，大珠小珠落玉盘，您得听清楚，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是是是，哪怕您坐的剧场最后一排，啊，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得让您听清楚。平时得练呢，得下功夫。哦、是啊，绕口令哦，报菜名是地理图，嗯，八扇屏，这都是贯口。夸住宅，哎，对对对，都得练。嗯，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先得学这个。哎呀，我们都下不了功夫啊。啊，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您从小学相声，你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哎，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铁个丝儿，麻豆腐，铁个丝儿，麻豆腐，反正这都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还下功夫呢？这得下功夫。报菜名，麻豆腐都上来了。我这是今年新款的啊，没听说过。得下功夫练，您就没好好练。说学逗唱，逗很主要啊。那是啊，说相声的不逗没意思，那就是没梗。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嗯、啊，对口的《人民日报》那怎么听啊？对不起大伙儿，哎，唱、啊、唱什么呀？唱的是太平歌词，那、啊、这是我们本宫唱。那有人说了，唱歌、唱戏，嗯、啊，唱小曲儿、唱大鼓，嗯、啊，这是学唱。哦，这属于学。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对啊，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嗯、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开始唱这个。嗯、啊，后来呢，唱着唱着出一水花，你知道吗？站在水花里边唱啊。您这行了。您这口吐莲花，哎哎，对对，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算了吧啊，算了吧，我这跟他们不一样，我用铁棍打，你知道吗？人家罗锤是瓷实，行了，这我得自己来这个。还有这个学啊，都说学啊，怎么叫学？怎么叫学？学说话也是学，啊，学表演也是学，对，学方言也是学，各地方话，学唱也是学。哦，在这里边，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哦，地方话，不会说地方话，嗯，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哦，那也叫倒口啊。对啊，嗯嗯，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对，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这叫什么呀？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哦，方言不一样，各不一样。嗯，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哦，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这还变不一样是吗？清朝末年，清朝的时候，嗯、走着街上你听俩北京人说话，嗯，跟现在就有区别，是吗？那会儿来说，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哦，提笼架鸟。有出了茶馆，嗯，进澡堂子，一天到晚就这出，嗯，没别的事儿、哦。人见面也是，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废话说的相当的多，
哦，聊出来全没用。街上胡同口啊，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哦，这一聊天，嗯，干嘛去兄弟？哎，大哥，我这刚喝茶去了。哦，上哪儿喝去了？这不是门口那个泰玉茶馆，上那儿喝去。嗯，别上那儿去呀。嗯，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啊，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哦，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嗯，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儿那家喝。哦，那成，哪天我上您那儿去。您今儿这是干嘛去？啊，赶紧家走，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要哪个刘二爷？嗯，就这大胡子刘二爷，你甭听他了，他说话没谱。嗯，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嗯，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啊，我那儿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胡子，还有几个哥们儿，您咱这玩意儿地道。嗯，行嘞。哎，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嗯，你嫂子和面了，中午咱们烙肉饼吃。不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儿烤着呢。嗯，烤西葫芦现成丝儿，搁着羊肉，获得了一包。呵，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您都不知道，就这么香的，去不了了，家里忙着呢。啊，这不嘛，下午你弟妹说了，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买什么料子？嗨，就随便买点，做几件衣裳什么的。嗯，那这么着吧，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我给您留地儿。那当然了，咱哥俩焦不离梦，梦不离焦，这不胡家将说的吗？什么胡家将？杨家将这么说的。我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啊，呵，你瞧，你说想起来了，是杨家将说的。啊，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啊，明儿见您了，明儿见。净，哎，废话啊！好吧。有用的都没有，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哎，辛亥革命之后，嗯，满清王朝倒台了，有铁杆庄稼没了。嗯，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是，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嗯，就简单多了。是吗？干嘛去？拉车。完了，嚯，干活挣钱吃饭了。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哎，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好玩啊。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什么挠鸭子了，嗯，褶子了，姥姥，这个很少能听得到了。嗯，那这是北京话。离着北京往东40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有啊，通县呢。嗯嗯，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有口音了啊。你这离着40里地，对对对，就改了。我有一朋友是那儿的，聊个天。是吗？啊，他们管这个没过来。没过来，咱们都说没。于谦来了吗？嗯，没来。没来。没来。嗯，通州不这么说。他说什么？没来来。没来来。于谦呢？嗯，没来来。说我没来。那没来就吧，还得再来啊。没来来。没来来。多这么一个字。哎，啊，哥哥不叫哥哥，叫格格。哦，我哥哥，我格格，叫格格啊。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嗯，我家里哥几个呀。啊，我还有三个格格。哦，我问他，你爸爸是皇阿玛？什么呀？皇阿玛像话吗？趁仨格格吗？啊，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口音就重了。好多朋友聊天，嗯，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爱骂，敢骂，你敢骂。那个骂，他这闹不清楚什么意思啊。嗯，一个口子边，嗯，一个麻花的麻字念骂。对，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是吗？啊，俩人见面了，你干嘛去？我不干嘛。那怎么骂？干嘛呀？什么呀？说什么呢？他们俩人就听懂了啊。外人一概闹不清楚。对了，全糊涂。什么干什么，打算怎么着，好了坏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哦，啊，天津街头俩人碰见，你听俩人说话热闹是吗？很幽默啊。怎么说？干嘛去大哥？那敢看戏去了。是吗？好吗？呵，一大化帘啊，一散流壶，大化帘拿俩嫩嫩催，散流壶拿白拉杆，俩人打见一热闹啊。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嗨，没看明白，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这是天津。嗯，啊，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哦，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哪几个字？滋鸡吃丝，闹不清楚。这四个字闹不清楚。哦，你比如咱们这儿说，嗯，买一只老母鸡。嗯，老母鸡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老么子。嗯嗯，皮肤的皮，皮叫呲，我呲啊，费多的劲儿啊，够狠的，有假牙都得脆出去是吧？好嘛，行了，呲，这么着事儿啊，呲，洗脸，洗脸叫死脸，
死脸脸啊！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嗯，早上起来喊我洗脸，嗯，大哥，死吧，死了！哎，你先来，你先说。开始啊，过去。死，合肥有一个绕口令有意思哦，从肥东到肥西，嗯，这是两个地名哦，合肥的东边，合肥的西边，俩地方。肥东，哎，从肥东到肥西，嗯，买了一只老母鸡，哦，搁在河里洗一洗，一洗净是皮，花了1.44块。哦，这是咱们说，用合肥话一说，你听不懂，怎么说呢？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搁在河里洗一洗，死嘎死，死花了1.44块。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外语这是啊，听不懂，闹不清楚。嗯，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是吗？北方语系哦，包括这个河南方言，我认为有意思。河南，河南方言多有意思，是吗？干啥去你啊？那干啥去？啊，那美国总统布什啊，就说这个嘛啊，干啥去？布什说河南话，还请一河南家教，你知道吗？嗨，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这家教不怎么样啊。我上河南演出去，嗯，早上起来看着卖着胡辣汤的，哦，一边吆喝一边卖，听着河南话这个甜呐，有意思。嗯，胡辣汤北方北京没有，对，河南当地喝这个多，地方小吃，什么海带丝儿啊，嗯，豆皮儿啊，对，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海带什么都有，煮的挺好。嗯，拿个勺跟这儿，哎，胡辣汤。怎么了？挑出一只袜子来啊！锅里啊，长筒丝袜哟，胡辣汤，胡辣汤，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你看，嗨，是海带吗？那个脑子快呀！啊，起个飞智啊！都搁这儿了，这一锅都卖出去了。啊，要说好听，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哦，山东话啊，山东不同地区啊，嗯，不同的方言。哦，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哎，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是是是，两人街上说话跟打架似的，还那么梗，他那话硬。对对对，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哪儿啊？比如说山东济南。哦，那首府啊，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对对，两个人说话听得很幽默，啊，非常有意思，是吗？今天这样，嗯，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好不好？这个，咱们怎么还俩人学？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非得俩人来。哦，那这么说是有情节。他有一个小故事。哦，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是，哎，按照年龄来说呢，你大我一岁，我长一岁。哎，我呢是你的父亲。对，哈。哎，我你说呀？不是，行了，别说了啊。什么呀？您这是怎么了？我长您一岁。对呀，啊，怎么还您是我父亲？这很神奇啊，这个，对吧？我听着也是很神奇，是不是？就你慢慢琢磨，怎么琢磨呀？你偷着美去吧，你啊！我美什么呀？我这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呀？你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哦，都有钱。我们家非常有钱，嗯，你们家也有钱，但比我们要差一块。哦，两家还是邻居街坊，两个孩子一边大，嗯，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让你管我叫干爹。哦，干爹，干爹不是亲的啊。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是吧？这也没什么踏实的，这就宣愤了，这个是吗？行了，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嗯嗯。后来呢，都长大成人了。嗯。我到北京做生意。哦。你呢？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嗯。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哦。吃喝嫖赌抽，沦落街头。嗯。无意中，咱们两个人遇见了。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哦，你富有了，发财了。啊。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要饭，因为这种关系，我是他的父亲，大家知道是吧？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知道吗？啊，我受不得啊！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嗯，我就决定周济你。两个人话来话往，这么一聊天，大伙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那么有意思，有太好玩了。哎，行行，好不好？好好，咱们这就开始了。哎，好。哎呀，你这样儿也不像啊。我啊，你这又白又胖的，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那您看，你把这个扣解开点，这扣，哎，这解开，这扣解开，这哎。啊，简简单单的，你需要哎，啊，服装上咱们，哎，你看，好，这系上一下，这样稍微就好多了啊。嗯嗯，哎，对，把这个解开吧，啊，哎，不。
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就这样了，做比成样、是吧？好，好，可以，还是不太像啊，这个太整齐了，我看看，哎，你们谁戴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有没有小一点的啊？你们小的太小也穿不进去，就是就简简单单的啊，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看看，哎，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是吗？称得上是料子呀！啊啊！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来来来，来来来，来伸袖伸袖，还有袖啊？哪有袖啊？来，好，这好，这个还东西不再贵，你知道吗？哎，这有这么一个，当时就见形啊！哎，还挺款式哈，还款式呢，这是特意给你裁的，你看了吗？没听说过。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还有饰物，这饰得有一点，没有那些天也冷，你知道吗？你这个说实在的啊，这就讲究多了，你看了？你们孩子那戒了吧？这是不许瞎说啊！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不如戒指呢，你哎呀，那哪儿学嘛来的？这都是这个脸也不像啊！你这正很精神，这满面黄光的，你看黄光还精神。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小小装饰。这个化妆来说呢，这是很主要的，艺术形象的塑造的一个化妆离不了，你知道吗？嗯嗯，这是很主要的啊。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管它什么玩意儿？玩意儿呗，这是。你把这头套摘了，把这头套摘了。我这是头套啊，我这是。这是什么呀？这原来那儿的头发。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嗨，头发掉了。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是吧？那怎么办？这是很哎呀哎呀哎呀！我不想这样啊，说实在的，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您不想这样，您带着这东西来。哎，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很神奇，这东西啊。于老师，于老师来，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让大伙儿看看，来来来。这打扮出什么模样？我也没看见这自己。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要了饭了吗？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您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啊。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不像这玩意儿。有个帽子吧，啊啊，这当我那礼帽是吧？啊，当礼帽。好了，用得了这么些吗？围巾啊，这是围巾。你看过《上海滩》吗？看过啊。这许文强啊，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他能随时去一块儿。对，您说这许文强啊，许文强啊，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谁告诉你？好不好？哎，行行，好吧，这样吧啊。我这是大烟袋啊，啊，这号大烟袋，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我拿这个，这你要饭抱着砂锅啊。对对对，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烟袋 啊， 啊，烟袋，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啊啊，你从这地沟里爬出来了啊，我去这地方啊，你跟街上，你正工作呢，我上地沟里工作呢，你捡吃的，这就来了啊，看看看看看看看，那事儿那的，你说，呀，这不是个狗吗？谁是狗啊？不是，你看谁是狗啊？怎么了？怎么你这烟家不是狗？谁是狗啊？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你学名叫狗啊？学名叫狗啊？大户人家学名叫狗，你知道吗？那我小名呢？小名叫狗子。啊、哎，嗨，就甭小名了，咱就叫我喊你得答应啊！答应，我喊你，你得答应，你还得喊我，哎，你不是我干爹吗？你得说出来啊，要不大伙儿不知道这关系，知道吗？知道还得叫啊！你看，你要嫌麻烦，还得重教你，要不？哎，别别别！好眼见，留眼晃。行了，行了，行了，不要那个。呀，这不是个狗吗？哎，你不是干爹吗？哎。
你咱担着多痛快，你看了、啊、是你痛快，我可别扭了呢。孩儿啊，孩儿 啊，你怎么咬了饭了啊？对呀、啊、哎呀，怪可怜的啊。是啊，好几天没吃饭了吧？啊，都老没吃了。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我妈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您看，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怎么办呢？我把眼闭上吧。哎，闭上啊，睁开吧。我问你，看不惯你闭眼呢？我得管你啊！你得管我呀！孩儿啊，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你看怎么了？多少年没回家了？我十年了。十年不回家了？对呀。家里事儿你都知道不？说嘛事了？你也不知道啊？不是跟我说呀？了不得了！怎么了？那一年家里出事了。说嘛事了？闹了天气了。哦。哎呦，那个雨啊，那个雷呀、啊，咕隆隆，咕隆隆，咔嚓一个雷呀、啊！干嘛？全村里劈死二十多个老头啊！我劈死老头了，二十多个老头啊！怎么回事呢？那都是坏老头啊，做嘛事了？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嗯，那全给劈死了。先生啊，我爸爸没事吧？啊，放心，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人好啊，把你爷爷劈死了。哎，大伙儿都说了，还说呢？说顶了个顶，顶了个顶。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雨下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哎嗨，行行行啊，你就别说了。那个俺爸怎么样了？你爹呀？啊，好着呢。好吗？你爹可了不起啊，怎么天天吃的饱饱的？嗯，没事他都练那个打圈啊。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出去，他倒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那为嘛呢？他为了耍流氓，还这个呀？吃饱了喝足了，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嗯，打那边来个女的，你爸爸往外边一蹦，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吓着了，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抻刀了，是个练武术的啊，好嘛，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摁住了，打嘴巴子了，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好家伙，打的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哎呀，这挺打呀，就不用往前说了，打的你爸往前跑，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掉粪坑里了，张着嘴下去了，哎呀。全村人都说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呢，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哎呦我的妈，就是大伙儿都说了啊，讲了个顶，讲了个顶，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雨下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淹死了老头臭流氓。讲了个顶，不不，你你别说了，嗯，那个俺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啊，络腮胡子那个。哎，你媳妇络腮胡子？不是，你哪个是你哪个？什么？我娶了媳妇走的呀。哦，娶了媳妇走的。对呀。全靠你媳妇儿了。是啊，你爹也死了，你爷爷死了，嗯，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对呀，全是你媳妇儿管着。哎，开了客店了。哦，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是啊，大伙儿说了，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这就甭讲了啊。我们家改妓院了，是怎么的？讲了个讲，讲了个讲啊？什么讲了个讲？好啊，好啊。那我呢？你有了饭了你？我怎么办呢？你想好不想好啊？想好你得周济我呀。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对呀。要饭也能挣钱呀、啊？怎么挣钱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你给我出个主意。有几句词你把它学会了不？还有词呢？你得这样说呀。我怎么说呀、啊？好可怜，我要了饭，怀里头抱着黄瓦罐，连三天我是没吃饭，饿得我这个金灯银星银针的转。民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小孩子抖落的包子馅，珍珠玛瑙翡翠串，来这么十几串，身上冷不是打颤颤。民有那狐狸腿棉衣给我几件，我这不是在要饭，饿病烧的。这出汗，照这样说有三天了，发财了，打死你了，对你的吧。来的人不少啊，哎，我很哎呀，又大茬了啊，啊，我很欣慰啊，这是我的话，哎，对，别抢，他都不敢抢啊，是啊，这是义德呀，啊，对，不能抢话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嗯，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可不嘛，真没辙，说两句话，做300人剧场来500人就肯定有进不来的，那可。
可不是，这是没有办法的。明白。好多人给我出主意，没法弄。现如今，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嗯。多卖一张票罚1万块钱。这罚款。这场可卖不了1万块钱。嗯。是不是？我们也在想办法。求大伙多谅解吧，嗯，是不是？住哪儿的都有，前三门的您就算是进去了。那可不，当然有远的我们不落人了。嗯，人大昌平来，大通县来，是是，你怎么让人回去？嗯，是不是？不是资本，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哎，对，有的从自己开车来的，那就方便多了，也不算个事儿。嗯，一踩油门就走了。是啊，现如今来讲，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对了，过去来说不行。嗯，你看现在的观众有坐飞机来的，啊，那赶着过来呢？啊，你倒着来怎么办呢？嗯，是不是？住着门口就人家倒着来，打延庆这边啊，坐飞机就过来了。延庆坐飞机过来啊？这太糟践钱了，这个。是，我就说开车，这两边窗户开了，嗯，搁在身上了。啊？我觉得跟飞机差不多。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是不是？没听说过。汽车啊，这东西太好了。嗯，但是也不好。怎么还不好？就是没有汽车，街上能堵车吗？哦，那也没有堵车了。能出交通事故吗？哦，撞不着人了，是不是？嗯，开车时间长，对身体都不好，活动不了啊。今天来这道上，旁边路边上停了一辆大奔，好车呀。啊，车底有一人，嗯，有俩人架着胳膊，哦，来回溜达。怎么了？我说怎么了？这是啊，没事，郭老师您管啊。啊，车坏了，我们交通走道了。啊，开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你看，总开车不服众嘛。好嘛，太邪乎了这个。开车、坐公共汽车，嗯，包括这打车，打车都很方便。对，出租，您一伸手就一辆。啊，对啊，一伸手就一辆。现在车多，我说打哈欠，两辆。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你就对吧？想当初说实在的，嗯，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是你往回想想，嗯，想想你小时候，我小时候，去年啊，我才多大岁数啊？我长得老性，没听说过啊？您就说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咱们小时候，对，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哎，没那么多，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哎，对，好事儿。想当初的北京城拿什么代步？嗯，大部分是走着，那就腿着嘛。那就有钱的坐个大二车，大二车是不是有钱的象征？哦，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嗯，骑个小毛驴。哦，对，骑驴是不是赶脚的吗？过去有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嗯，就爱骑着驴吗？对对对，叫阿凡提啊。这是老北京吗？这阿凡提，我小毛驴是吧？哪儿啊？还唱呢？还一句老北京话吗？什么？没听说过都。会儿听这个，嗯，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的工具，什么呀？洋车。哦，就拉的那洋车。咱们看过一电影啊，骆驼样子，对吧？骆驼样子呀？什么？没听骆驼祥子。祥子，对，这是人名，弹弦的。没听说。哎，您说这是嘛小祥子？不是，骆驼祥子。对，拉洋车。嗯，为什么叫洋车？是当初最早的东洋车，日本人发明的。哦，从那边引进的。到了天津不叫洋车了，叫胶皮。怎么叫胶皮呢？这俩轱辘外面有胶皮。哦，这么叫胶皮。拉胶皮的。哦，到了上海叫黄包车。黄包车。哎，上海人一说这个王八车。对，什么车？王八车。王八车呀、啊，一种尊称啊。还尊称呢？这上海话车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嗯，有能挣钱的，也有挣不着钱的。怎么还挣不着？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啊，6点就出去了。早啊，晚上8点半回来，晚归天挣1块钱。哟，这太少了，不够吃。对呀、啊，也有这个，早晨9点出去，晚点了，顶个下午4-5点回来，收的也早，每天能挣8块钱，那、啊、这就够吃的了，够挑费。对呀、啊，有那个上午10点给我出去，哦，2点回来的，嚯、哦，能挣这么20来块钱。呵，这就挣得不少了，这就看见钱了。哎，有的是中午12点出去，12点半回来，挣100多块钱，挣那么多呀、啊？他把车卖了，嗨、哎，
这太不是过日子人了，这个啊，刀子赢车子嘛，是吧？没听说过，能车之前都干这事儿。拉车子分这么几种哦，有一种是拉车贼，怎么叫拉车贼？最坏哦，他拉车呀、啊，比做买卖挣的都多。是吗？嗯，耍心眼啊，把车拉出去，嗯，车捯饬干干净净，漂亮，人收拾的也漂亮，对，上车站，车站，北京火车站，嗯。往这一放，人多，不是谁来他都拉哦，还分人。一瞧这拄着拐棍，戴眼镜，嗯，很有知识，是不拉哦，他不管这人，不管哦。一瞧这下来，背一大包袱，两眼一抹黑，嗯，脑袋蒙一白手巾哦。你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的外乡人，这个能拉哦。过去一拍肩膀，哦，吓一跳，看出没有？是外地人，纳闷啊，嗯。刚来是吧？嗯，上车。谁敢上啊？这个不敢什么呀？啊，上车呀、啊！上车。你去哪儿啊？嗯，我上崇文门。哦，崇文门。下了火车奔崇文门，没多远，还很近嘛。我上崇文门。对。吸什么气儿啊？我还出一口气。崇文门呐、啊？怎么了？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啊？崇文门通县下车呀、啊、多缺德呀、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冲这脸你琢磨一天这地儿到了哦太远老乡吓坏了啊我的娘啊啊远吗远吗呀嗯、啊、车吧嗯、啊、我送你去吧啊你送好多少钱问问钱你这一瞧又没钱是啊给十块钱吧十块我的娘呀、啊、我打山东到这才两块钱、哎那崇文门十块太远了 啊钱太贵了嗯你给多少给多少我借两块钱行吗、哦、两块上车哦拉了因为这道也就一毛钱嚯、哦、他这就发了财了翻了二十倍上车嗯拉着车上拉车跑、嗯、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嗯把车撂去了、啊、停下了再掏两块钱干嘛还掏钱啊租了还要钱呢是啊没墙那儿站着警察老爷子吗警察警察叫老爷怎么不是谁姥姥对对没姥姥这个过这趟街嗯得交两块钱过街的钱这还有过街钱我的娘呀啊北京这个道实在是太贵了这不给行吗嗯不给也行咱来回试试吧来怎么试拉着车奔逆行走逆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嚯警察能爱看吗是啊一晃手里的胶皮棍嗯回去让回去赶紧回来了嗯不让走吧废话啊让走就撞上了老乡没辙了啊掏出两块钱又给了你等着嗯转身跑到后边嗯电车票废票是一张拿着攥着他啊攥着、哦、老乡接过来了拿这个就让走来嗯那可不呗走坐住了是拉起来往前走路过警察这老乡把票还举起来了啊那有票呀这票嘛，这跑这拉车还说你看见吗？啊，有票警察就不拦你了。哎，对了，到前面旮旯，嗯，找一小孩拉车哦，给你一毛钱，给他送到叔叔门去。哦，换人了，他自己不去。是，到这儿瞧瞧这么近呢，嗯，大家伙儿，我怕人找见他。这么简单的一段道，他就挣了3.9块钱。你看来回的这，这一天赶上多少起，他们挣钱了吗？啊，真挣钱了。一干买卖发财的多。哦，这是机灵。白天挣钱，嗯，到晚上也换上西装，干嘛？戴上礼帽，嗯啊，拄着文明棍儿，嚯，也吃喝嫖赌，哦，出去消费去，还得消费啊，找一歌舞厅，嗯，往那一坐，跟舞女得说呀，哦，我爸爸开银行的，嚯，我趁多少多少钱，大公子，舞女高兴，我跟你走吧，啊，挎着胳膊俩人出来，哎，往那一站，嗯，洋车，哦，还叫车，洋他也叫洋车，嗯嗯，洋车，哎。哟，二哥没出车，嗨，这位也没眼力见儿，这位遇见同行，哎，那好了都给。我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着，就说这个，哪行都一样，没听说过啊。这个人叫拉车的贼哦，还有这拉车的油子，怎么还有油子？嗯，也能挣钱哦，但是他没有拉车贼狠。哦，他好点儿，哎，他上哪儿拉车的呢？嗯。找一胡同哦哎
往这一待，等着，一瞧把那来了，提着四个箱子，哦，四脖子汗流，两步就迎进来，是，大爷，您跟这儿呢？大爷，我伺候您吧。都会说话，谁都爱听这个。对呀，把箱子递过去，搀着上了车。哦，哼，瞧您这意思，就是要出门吧？哦，啊，是我上火车站啊，是是，出趟远门。好，您这趟去了不得，是得大发财源。这吉祥话，走走走，咱们走。嗯，哎，多少钱呢？您怎么了，爷们儿？嗯，咱们还用说这个吗？啊，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呵，我脸上有光啊。真会说。您说钱干嘛呀？嗯，这时候一琢磨，啊，别跟他客气。哦，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怕这个。把话说到头里边。嗯，你别去啊，你别去，你说好了。嗯，到底多少钱？对，到时候找麻烦。嗯。瞧你昨天也是啊，有一位跟您差不多哦，这穿上打扮一瞧也像您有钱人。嗯，哎，就您旁边这门啊，是是，也是拉到车站。嗯，二话没说给了1.5元。哦，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这点道理就是2毛钱。嚯，这翻好几位。他开出方子来了，嗯，要1.5元，是心说漫天要价就得还钱。嗯，赶紧到了车站咱们再说。哦，你想得很好，可你闹不过他。是啊，哼，拉着这车，嗯，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哦，不想长面啊，大发财源。嗯，您这买卖翻着番的挣钱啊。好话啊，好，你快点，你快点，哎，对，不说话，快点。是，得跟您说，嗯，你这不骂了。哦，您是瞧着旁边过辆汽车，我比他慢。是，您看看这是那牛，我比他快多了。嗨，也不怎么样。往前走吧。嗯，正走着呢，又打那儿来人，一留神，咣撞上了，撞人了，撞人都是个学问。怎么？这位站起来这就急了，那怎么？您撞我啊？拉车会说话，怎么说？先生，您别着急，您瞧这事闹的，啊，您一慌我一忙，这不就撞上了吗？对，你一慌我一忙才撞上了。哦，你要不慌，我可就不忙。他把这错给人，俩人的责任。嗯，还放心说，哥，你教训我，我抽你。躲开了，巴掌过去了，嗯，满脸堆笑，举拳难打笑脸人，就是啊，人家一劲儿客气啊，您怎么了？您跟我着急，我上有80老母，下有不有道的孩子，哦，您把我打伤了，全家人都得饿了，是是，您那忍心呢？您是善人呐，啊，两句好话下去，这时候就没辙了，没事了。不是你这人，你也不瞧着点这事闹的，嗯，我告诉你，也就是撞了我，哦，这撞别人也这样啊？对呀，啊，撞了我，下回注意了。哎，好，好，谢谢您，谢谢。嗯，打不走了，没事了，拉起车来，回头还得舔。怎么说？看见了吗？啊，这说实在就是没事儿，真撞死打官司得我去，废话，你不去？不是吗？可不是他去吗？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去来。哦，这挺擦呀，假装。呵，您瞧，天不热呀？是，你出这么些汗啊？嗯，那意思就是你太胖了，累的，我累的啊。嗯，这时候一琢磨，一看表，差6分，哦，马上就开车了。哦，你跟他打架。是啊，掏出2块钱。嗯嗯，不1.5元吗？啊，找钱，找5毛。结果这钱来乐了啊！瞧，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啊，这样吧，我给您换钱去，20分钟我就回来。嚯，不要了，你都拿走吧，你都。哎，拿走吧，拿走吧，耗不起这功夫，拿走吧，拿走吧。嗯，多的呢。这叫生，嗯，生药，巧舌如簧啊！行，有一点意思啊。他只是这个，他也能养家糊口，也挣钱呢。拉车不光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机灵面、眼力劲儿。有的人就不行，怎么？比如说于谦的大爷，就是我爸爸的哥哥。对，哦，他大爷今天要活着得96岁，怎么那么大岁？他们家哥们多，他爸爸行小，最小一个，47。对啊。过了吧，这个俩年头家里没什么正经事干是吧？那生孩子玩啊？啊，没听说过。那90多了。是啊，老头当初就拉过车。哦，他也是老北京人。是老北京人，后来混不下去，到外地去谋生。哦，到外地一瞧也不行，又回来了。闹到外地回来，回来之后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嗯，找人帮忙。哦，啊，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所以他好说话，说得近啊。跟这朋友说，嗯，老八我讲的事你也管我，你知道不？口风吗？这个老北京吗？老北京就这味儿啊！他主要出去时间太长了，哦，出去1个多月了。哎，我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是啊，
你大爷啊！啊，这嘿，我大爷，我大爷。这就算舞台事故了。待会儿我让于老师自杀，你接天下。我呀，没有那么大娄子。跟人说的意思就是自己打算干点什么。哦，这朋友看看他直作牙花子。是，按说呀，咱们都老北京人。嗯，我得管你。可如今呢，看您这穿着打扮啊，有车给你拉回去，挣得出来。怎么？你看六月三伏穿着一头棉裤。棉裤，英名是棉裤，棉裤可不多，也就四两，十二斤啊，厚棉裤，白天穿着，晚上脱下来顶门。这么硬呢，这棉裤，这棉裤打二楼下去能把狗砸死。嚯、哦，穿俩电杆子似的。是啊，脚底这双大棉鞋八斤一只，好，全是棉花。哎呀，走道慢，知道吗？那还不慢。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是啊，当沙袋那么穿。啊，你们这怎么弄这个啊？嗯，一琢磨那也得管他呀。是，领到车厂子，有朋友是干这个的。哦，认识。一说干什么？嗯，这个人啊，了不起。哦，啊。哎，提我干嘛呀？若干年后就是中级相声演员了，也没听说过啊！甭提我，这是他大爷，小杨富贵啊！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我姓于，我大爷会姓王，亲的呀。是，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这个你这个脑子有问题，我脑子还有问题。哎，你别问了，你问清楚也是病，问心里也是病啊。我不问清楚了，这病更重，知道吗？你问这个，你先说，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吗？啊，对，不是他那他也是亲哥俩呀。那他就算姓于吧，就算姓于。什么叫算姓于啊？啊，说您像这事儿您管呢？啊，您是开洋车厂子的啊，有车给着一辆让他拉去。是，这时候看看这身衣裳，哼，哎呀，啊、身衣裳快看上盔甲了。这身衣服干嘛？藏不住。嗯，啊、行了。嗯，房上有辆车，你要愿意拉你就弄走吧。房上有车，你琢磨那好车能上房吗？是啊，打上面拉起来一瞧，嚯，这车厢板也都散了，嚯，前面这车把剩一根儿啊，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得雇辆车把这辆车拉回来了，好嘛，你大爷琢磨收拾收拾吧，怎么拾掇？先把车厢板先定上。嗯，五分的板儿，对，买点钉子吧，啊，三分的、四分的都行，裘皮钉，大爷买的啊，嗯，三寸五的，这么长，从底下往上钉，嚯、哦，露几个大尖儿跟这儿，冲上头，你都砸弯了它呀，那也拍扁了，拿块麻袋给盖上了，还藏起来了，自个儿看着挺痛快，行，这不就瞧不出来了吗？哎，对，光瞧不出来就行了，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就凑合吧，好凑合了，前面车把剩一根了，嗯。单挑虎不行啊，是啊，找根扁担捆在这边啊、哦、这逼了扁担，前面横梁上来根文明棍，嘿，拉着车上大街了，真能凑合，人家都跟街上找座，嗯，他找一死胡同，死胡同，怕人看见啊，呵，搁着死胡同抱着肩膀跟着蹲着，嗯，早晨六点出去了、哦、下午两点都没拉上座，那是没人呢，按说这一天也没座，嗯，真就这倒霉催的，我来人了，胡同里边门一开出来一位，哦，嗯，正要找车，这儿就有。嗯，巧劲儿吗？洋车，嗯，洋车。哎，大爷抱着肩膀还乐呢、啊。这个北京人家什么念过书？怎么了？叫什么名字都有啊？啊，还有叫洋车的。谁叫洋车呀、啊？就是啊，人家过来，哎哎哎哎，说你呢？嗯、啊，这才抬头，干什么呀？嗯、啊，那个，这怎么着？拉座不拉？拉呀、啊，拉座。那行了，拉我不拉你拉我。这叫怎么说话、啊、你说什么话这是、嗯、啊多少钱我上车站嗯你看着礼物哦你别你说好了你要多少钱四十万这嚯、哦、穷疯了吧这你要疯了你四十万 啊, 啊你四十万给我什么这条胡同是您的啊这本来也是我的那不刚开了把钱给我这白费劲了这个别别废话啊真、嗯、废话那个给你一毛钱去吗嗯按说这趟包里一块钱哦、一块、哎、一毛钱去吗嗯你大爷哪拉过这个嗯一毛就一毛吧啊行不行行是上车、哦、大爷真听话嗯迈步上来了是箱子板立刺大钉嚯、哦、坐下了站起来比坐下还快嗯蹭一下子嚯扎的速度都赶上神六了好嘛跟他比了就是你呼呼流血啊我的天哪啊你这带暗器的啊
家伙，孔广任怎么摆着这张？问呀，然后这麻袋子瞧四个大尖儿，嗯，你砸了他呀？是，我先立啊。对，看这是人话吗？这看着一毛钱的份上，我来了。哦，拿板砖啪啪啪砸歪了，不便宜。往车里一坐，嗯，哎，你邪了没？这个改了当真了。嗨，不是这么档子事呢。是啊，你这车误在泥里头了。啊，你自个儿看看啊，你瞧啊，啊，泥里有胶皮，已经没胶皮。那对，那可不是歪的吗？这事儿闹的，嗯，就歪着就歪着吧。啊，走，咱们走，咱们走。走，你大爷，先往车里抱大腿啊！干嘛抱大腿啊？太沉了。对，那棉裤箍的。一来这把，嗯，哎，这把是一个是阴阳把，嗯，两根嘛，前面一个，后边一个，省得这车打天秤。哦，打天秤就省得翻过去。对对，车翻过去可叫打天秤。哦，所以说一前一后压着车把子，这么着跑。对啊，来着这个，再来着这个，一使劲，怎么下来了？啊，扁担抽出来了。这不结实的东西啊！是，我给你个事吧。啊，你坐我这车，你是愿意坐呀、啊？是怎么着？嗯、啊，不是，我不坐怎么办呢？你要真想坐，你抱着扁担吧。哎啊，这位坐到后边啊，骑着车抱着扁担，什么模样这是？这一毛钱花的呀！哎呀。忒糟心了，这个我回来咱们准备走了。走啊，这手奶的、啊、嗯，这手没地儿搁，怎么办？推着这个车过去底下啊，啊，走了啊，走嘞，走嘞，给他蹦什么呀？鲜艳的这是啊，是啊，走了20分钟，嗯，没出去2米，怎么见高不见远？哎，对，光往上蹦。哎呦，一边蹦一边还说呢，啊，你认便宜吧？怎么坐我这个车你睡不着觉啊？你、哎、是全颠能行吗？能睡得着吗？嗯，跑起来吧。气呀！你说一毛钱，我跟你今儿就磨了啊！我哪儿也不去了，是因为看这意思他不认道，不认识，拉着车可是北京城胡跑啊！这个心说一毛钱雇个驴都值了，是啊，拿他就当驴来吧，掏出手绢蒙着脸，我睡我的，你拉你的啊！睡觉了，看这意思我不喊停，他能跑到死。嚯、哦，问问道，好好睡觉，前面跑啊！大爷纳闷儿，嗯，他说他上车去，嗯。是车站，好还不认识？嗯，哪里是车站呢？嗯，跑吧，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嚯、哦，北京城都快跑遍了。嗯，木有啊，心里着急。嗯，前面过马路有一个人。哦，你大爷看着他乐了。怎么？这个小子怎么上了马路？走道吗？这个方向给我是成那个。哦，郭老师，你这下去我绝对撞上了。撞上了？我估计撞上了，挺聪明。废话，10、9、8。倒计时呢，5、4、3、2、1，撞，真撞，躲开不就完了？有人俩人啊，大站的人乐呀、啊！我说后面这个，我说哎呀，我绝对撞上他，是你跑不了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吧？啊，就奔着撞去的，人家气的啊！呵，我你疯了你啊！你没瞧见我吗？啊，啊这是好话，对，你没瞧见我吗？是，是我没瞧见，对不起，给台阶儿就完了。哎，你没瞧见我，嗯、我瞧见能撞这么准。肯定是瞧见了，我早就看见你了，哎，我早就看见你了，那还撞？哼，我抽你！哎，打不打他们？抡圆了打他。嗯，你看他拉车外行，行里打他内行。是啊，拽着一根车把，走。哦，举起来了，嗯，当呼，拿手上了，大爷乐，你看看肿了不是？你看看，幸亏儿子，你要找我吗？